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 Irene。咁今次咧呢条片咧会同大家分享咧，点样可以咧将每个月赚取嘅佣金啦，可以直接咧入去我哋嘅银行户口嗰度。如果咧冇申请到呢一个步骤嘅话咧，每个月嗰啲佣金咧会自动入咗去我哋嘅户口入边嘅电子钱包。你 login 入去咧，Yellowfin 个网站入边咧，你就会见到有一栏写住电子钱包。如果你每个月咧，买嘢嘅时候咧，你都可以咧打上 hotline 嗰度咧，去扣入边嘅电子钱包嘅款项啦。如果有余额余数嘅话咧，咁就可以再扣 credit card 都可以嘅。但系因为有一啲朋友仔啦，咁佢就想啊，都想啲钱咧就入落佢个户口嗰度，咁都有个方法嘅。咁我而家咧先分享我个画面先。系啦，咁咧我就预先咧登入咗 Yellowfin 嘅网站啦。咁你就会咧，嗱，而家系登入咗嘅状态。咁你就可以去到左手边有一个会员嘅资源，跟住咧会员资源之后，你就会揿入去啦，会见到呢一个系列叫做 Yellowfin 嘅政策。咁你揿入去。咁你咧会见到咧有好多唔同嘅表格咧，都会可以喺呢度下载噶。而其中咧有一行咧系写住直接存款申请表，咁你揿入去，咁你会见到咧有一个佣金直接汇款嘅表格嘅。咁你首先咧要填翻你嘅个人嘅资料啦，你嘅名啊、会员各个号码、联络电话、email 啊、地址啊等等资讯之后咧。咁咧最重要一个步骤咧，就系需要填上咧你嘅银行嘅户口资料，系啦。咁譬如呢度都有分香港会员同埋澳门会员啦，咁啊香港会员就填翻呢度啦。咁个分行号码你要知道喺边度，因为咧唔同银行咧都会有佢嘅唔同嘅代号嘅，系啦。咁啊最尾就填翻晒呢啲个人资料之后咧，咁佢呢度就会有写噶啦，你可以咧。email 咧去呢个地址 hongkong@youngliving.com，咁 Youngliving 嘅同事咧就会去安排去处理嘅。但系要留意翻一样嘢，佢除咗呢张表格之外咧，佢都要有一啲文件咧系需要咧一同咧去电邮去俾佢哋嘅，尤其是系身份证副本啦，系啦，同埋一啲银行嘅存款簿或者对账单嘅影印本。咁同埋最重要留意一样嘢，呢、这个申请嘅时间咧，截点为每个月嘅23号之前。咁如果你想咧嚟紧咧下个月所收到嘅佣金系入落你户口嘅咧，记得要预早去申请，因为咧佢哋处理呢个手续上咧都需要啲时间嘅。咁如果过咗23号咧，咁要再等多一个月噶啦。好，咁希望呢条片可以帮到大家啦。咁如果有啲咩問題嘅話咧，都可以問翻你嘅介紹人嘅。拜拜。